一个，我打一个。啊，很香。哎，最后一波没瞄好，最后一波他打我。哎，那个人还挺准的，那个人把我也一下打的没血了，我也趴着一憋。这什么？我差一枪就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差一枪，一个直指，一个蛋蛋就没有了，我就。他再多给我一颗蛋蛋，我就裂开了。我最后一个没打好，其实我那个枪用的很好，我能跟他对一对，但是有点慌，被他偷袭了。哎，但是他怎么就一个人啊？那他兄弟被我做掉了呀。你打谁？他兄弟起手就被我做掉了。怎么五十？哎，第三把着急了。哎，我刚刚慌了。他先手打到我两枪，我就着急了。我想拿手榴弹去炸他，知道吧？然后结果按错了，就把那个平底锅掏出来了。你那个平底锅一掏出来，我当时就觉得这把没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当时想的就吃不了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我看你中枪了。我以为你趴下来要打药，你掏个平板锅出来，我就知道你慌了，没了。哇，这告白是好多火箭。哪里？他个人多的地方，刚一刚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可以刚一刚。刚一刚。那一个不算，我一个不算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打的是最狠的。OK， 一毛抽奖还没搞，这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叫古堡。啊、哪里？古堡，我们去古堡。OK， 好，来波抽奖啊，来波抽奖。今天有个那个。这个地方。飞。虎航舰。这么早吗？这个太早了吧。啊，飞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速、更平稳的落下。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们都有点晚了。这里最少七八个。主要原因是因为喊的口号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们上把是喊的口号吗？是的。今天也要加油哦。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哟。有人，肯定有人。左边两个，哇，三级甲，我这里需要 cover。那个人在楼上，来了。在你楼上吗？对，在我这儿。来了。这边，操你妈的！这边在打，是你打的吗？哎，我操，干掉了！我擦你妈，臭臭！我去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你死了吗？嗯，你死了吗？我没有死，他死了。还有队友。他队友过来了，过来了吧？这边，他队友来了。哪里？来，我这里。后面。下面应该是在下面。走，直接冲，会会他，我们两个打一个，不可能打不过的。等一下，我拿个镜。
等我一下，等我。OK。二级甲。有。你这炸呀！这什么猫呀？他死了没？就死了。OK。是不是？地方太小。哎呀，玩的很。啊，三级甲冲攻！三级甲冲攻！来！哎呀，还有一件，还有一下这个别老六。没了，这里就两个。嗯。有进吗？啊？被进。没有。生物这肥得很，我们两个吃惨。我得换个头盔，这个头盔不行，坏了。哎，我有个好东西。什么？无敌。什么？三级头。哎，怎么说？来，给你，你冲锋。哎，可以。来，换一个。五十。啊？不是我冲锋。发位镜，等一下，发位镜，我没看到。发位镜在哪里？哎。发位镜在哪里？哪是发位镜啊？门口没有呀，门口。嗯，门口右边没有呀。我现在需要个四倍镜或者六倍镜。我需要一个扩容弹夹，步枪，对，我们还是挺肥的，对吧？四费劲，我看有没有多的，我找一个。啥叫摩托？嗯，二级包都没有吗？他应该还有栋楼是我们没有收到的，他有好几栋楼，我们只收了一两栋楼，他一共有三栋楼。那个小黄车，你看这车这么小。感谢支付宝的幸福券。哎，我也发现一个好东西。哎，不可能有发位镜，你们是骗我的，我都已经识破了。这个、怎么这么肥啊？这个地方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，Caster。嗯。好多三级头三级甲、啊、可以两倍用一下吧。哇，它是没有扩容这个地方。留吗？留不留？那差不多了，感觉。想收个酷的弹夹。步枪的吗？对。
怎么会有这么？哎，有飞机，有可能弄我们脸上。掉，掉，啊、顶，掉掉掉，没了。掉了，但是太远了。溜吗？溜吧，溜不了，溜吧，溜吧，溜吧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，三级头三级甲。走走走，六六。这把感觉这把又能吃鸡啊！怎么说？那要不要再装个 V？ 啊，那不用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那不用，那不用。哎，几个包？你几个小药？四零二。三个。三个。啊，可以。哎。这个你打吗 ？SKS 啊，不打。聊一下嘛。啊，不行，我的合伙人的态度比较坚决。聊不了，聊不了。对，我合伙人的态度比较坚决。来来，上车溜。我们这局游戏他有股份的呀。他是你是哪个合伙人？啊。牛逼！我们去。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垮成什么样吗？你知道你们两个昨天晚上有多拉吗？啊，你们这个臭弟弟和臭妹妹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有人这边有人。来。要不要打一下？我觉得这房区有人，我们摸过去好不好？那。来来，你上车，直接上车，来，你上车上车，有人是吧？嗯，有人，我们的态度不是在这里看，而是直接就直冲冲的，笔端的。好像在右边，冲过啊！站到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OK， 哪个？就在正前面。正前方吗？啊，好像是。哎，没事，小问题。我们这把还有个更嚣张的打法，好吧？啊，怎么讲？哎，这不是有火车吗？坐一下火车，没坐过。先不急，我们这把就先不急，我们按喇叭去找空投，好吧？可以。恭喜韩某不服，获得红包。哎，有车，有汽车。哪里？哎，左边，左边。对，后面。走，赶换那个汽车，换那个汽车。怎么上车颜色变了？因为酷炫。你有皮肤是吧？因为我是旋风 boy。旋风 boy。Yeah。拇指握把和这个垂直握把哪个好？垂直握把。怎么说？后面火车，哎，后面火车，哎，我把车停在这，把它卡住，他会停吗？哦，走走，上车，快，金龙，快，你，哎，怎么还能找到？哦，这还能找到？哎，是有点有点调皮啊，有点调皮，有点调皮啊，要摸过去。哇，有点准的呀！有车来了。哎，火车来了。还在打。怎么说？准不准？这个人？有点道行。什么方位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看到了。倒了吗？倒了。啊！走，金龙，走，上车，快！啊！这后面，哎呀，翻窗子出来嘛呀！你也看了呀？
怎么摸回去把那个人杀干掉？不不不不不，我们这个车子过去容易被扫爆，我们去找个新的车，我们拿空投不香吗？哎，右边打一把嘛。哎呀，车子过去我们两个说不定就丢了，知道吧？你妈的，我们三级头三级甲多亏。哎，听来了，脸上，脸上，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可以，我掩护好吧？你舔，我掩护。我在车上给你掩护。这里停一下。把血回一下，你喝点油，你喝点那个止痛药。就这样。车子可以做掩体，等会儿我们捡了之后。来了，我帮你架。来了。哎，完了！哎，能打吗？我，哇 ，nice！ 快！可以，凶！哎，我变，哇，都坏了，我靠，甲头都坏了！快上来！这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这里。我刚刚救你必死，我就记得山上有个老六被我打倒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哎，还有一个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要救我？追不到我们。OK， 我没进，有进可以。倒了。哇，牛皮啊！这个牛皮。有，哎，还有一个。有烟雾吗？混个烟。没有。没有，哎，可以舒服，舒服，哦，打中我了，还好，哎，这有点准，在哪儿啊？去摸一下这个空投是啥？狗杂，它在哪儿呀？三狗杂上面这个是 OK， 狗杂你玩吗？我不玩。啊？人在哪儿啊？我不要。那个人就上面那个老六，你有什么？你药品来，给你三个包。哦，够了。两个小药，有止痛药吗？有。止痛药给我来一点点。啊、止痛药没有，只有饮料。他是个缩音。好像很近的树后。应该这个墙后面那个山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好像不是210的哦，210那个，不理他，这个人摸不清楚他在搞什么东西，我们先溜，看一下圈怎么说，啊，走，我们去中心点二号标，走，二号标 ，OK。不出来，他会撞死人吗？这个？会，一定会，你别搞事，快，能跳上去吗？跳不上去。跳上去吗？啊，吉利服吗？哎，忘记拿了，算了吧。哎，我日你哥呀！你在这搞什么东西啊？你在？哎呀，厉害了！试一下，没试过，我靠，直接秒啊，这个。不是你哎，那你怎么？我从侧面，哎呀，从侧面，你以前住火车站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威力大得很呀。可以，等一下，打一波，有点猛，直接秒了。
走走走走走走。OK。AK 子弹来一点，二十发。好。不够。来五十发，走走走。OK。哎，我们就是个小房子，感觉圈中心稳着一，至少能扛到好几个圈之后。哎，止痛药有几瓶？我没有。那小药呢？饮料，小药十瓶。那来个三瓶。OK。哎，有枪是吧？不急，我们打法不急，我们三级头，我们就跟他们做对枪打法。OK。不急，这把又吃好吧？二连击。这个莫辛纳杆能秒吗？可以。可以，跟九八 K 一样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为什么把窗子打了？因为它会挡住视线。没有，那个窗子不给我打，我就拿枪把它弄烂。聊不动，生意不做了，最近不太好，生意不做了，因为容易做生意，做着做着膨胀的就做到明天下午去了。这边三后面要不要摸出去？没有。这边监测一下，可以监测一下。这样，可以监测一下。这样吧，我们就在这个废坡，就去那个废坡岛。哪个？就前面，这里，来过来，我们就在往后面的看一看，盯一盯，免得我们屁股被摸，反正遇到危险我们就可以溜回去。溜回去，溜，遇到危险了。偷袭了，感谢二妹的群下之城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感谢小西西的飞机。让他们用力的打。烈呀。我主要看后面有没有人来。好，看到一个，这个要可能要抬一点枪。没关系，谢谢老叔看风景送的飞机，谢。动啊你！哎呀，他老是动，好烦。哪里？报方位。西北。好像溜了，好像溜了，很远是吧？西北。哎呦，挡住了。不用打他，打了他也可以救，不着急。枪怎么没打？奇怪。看圈。走，直接动。要过去吗？直接动。走。哎，走反的，我裂开。啊，那个，走，去那个石头吧。前面那个石头。小心，前面有人。我知道，准备开炮。好，主要看后面山上老马过来，进过再来。来，有人吗？后面山上有人。哦，看到了。我这好准呀，这个人。这边后面有人，完了。
没事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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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趴，趴着趴着，三十，他可能要瞄着你两个，哎呀，好难搞难搞难搞，没事，山上那个下来了，山上那个下来了，没事，山上那个下来了，来准备去堵山上那个，在右侧右右边右边右边，山上那个下来了，要下来下来了下来了。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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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再打我们。山上下来了，右边右边。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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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行，两个三个方位在打我。后面有人打我们，我操，尬了呀，背负受敌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这没挡，没得挡啊。对，哎。嗯。哎呀，阿几个？啊，七个。啊！你怎么杀这么多啊？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。你这是亏损，我杀一个。啊，杀四个，杀四个。哇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很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，我让我看看。我应该是被后面的人打了，我有点烦。后面人打了我。溜了呀，十二点了，兄弟们，溜了呀，差不多了，溜了。看一下这个人。他后面那个兄弟打到我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哇，我打他也好快，看到没有？他也是，他也在说这个逼好准，我也在说这个逼好准，这是高手之间的惺惺相惜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我好像打到你一枪，啊？好像我打到你一枪，只有一枪吗？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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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就一枪就一枪，好吧，就一枪，就一枪，我杀了一个，好吧，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。你瓦得很，你这太瓦了，哎呀。这个位置等了呀，你在我前面晃了，没办法。可以溜了溜了，我早上10点钟开播的，下次耍下次耍。